学生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演员万茜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乃文。被这些画面所包围，这感觉亲切、骄傲，又无比神圣。他们仿佛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，凝聚着来自不同时代的精妙思想，同时他们又凝结着一条完整的生命线，在不间断的时光中跃动出中国电影的青春脉搏。他们刻画着人生冷暖，世间百态，像是站直了别趴下，背靠背，脸对脸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可可西里，我不是药神。他们述说着悲伤喜悦，温暖真情，比如独自等待，失恋33天，七月与安生，爱情神话。他们讽刺着丑恶与荒诞，歌唱着美好与感动，像是不见不散，疯狂的石头，非诚勿扰二。他们记录着民族风貌，忠实的与时代同行，像是红河谷、集结号、邓小平小道、我和我的祖国。这一个个熟悉的面容用作品照亮荧幕，影响青年。演员、导演、摄影、后期不断涌现的后起之秀，宣告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可期。一座沉甸甸的飞虎碑是许多电影人的梦想，很荣幸我也曾在这里手持飞虎，留下了青春的一刻。同样我也很骄傲我的作品位列其中，与大学生朋友们共同见证了中国电影和中国青年的30年。这流光溢彩的30年是我们电影事业繁荣发展的黄金30年。今天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昂然矗立，我们希望和大家携手走过更多的精彩。这部青春的电影向光而立，永不散场。